周总，花姐，哎，加衣服碗筷。好的，林夕，先吃饭吧，我们边吃边聊。好。来，林夕坐这儿。孙姐姐，你过来跟我一块儿坐吧。设计师那边对设计方向有什么要求吗？他们那边。林夕，你接着说。艾森曼很赞同你的想法，还说想约你单独聊聊。你马上约他，晚饭之后我们找个地方碰个面。好，一会儿我马上联系。你们继续吃，我去接个电话。喂，小猫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家呢。孙灵溪也在。啊？他怎么会去你家？你呢？想不想出来走走？我现在出来恐怕不太合适吧。好的，我过来接你，你等着。哎，我。资料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周总。我已经把所有的资料都准备好了。好。孙姐姐，阿言，你们继续吃吧，我约了人要出去一下。谁？是我一个朋友。你们先吃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是蒋泽吗？你少喝点儿，喝那么多酒干嘛？哎，别，你这么喝会醉的，小萌。我告诉你啊，就是醉了，感觉才更好。哎，别。怎么没了？没了。哎，你去帮我再要一瓶酒。行了，你都喝醉了，还喝什么呀？我没喝醉，我只是，头有点晕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你好，小姐，再帮我拿一瓶。蒋先生。喝的话，你别再……哦，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们的酒已经卖完了。卖完了？那是什么？啊，对不起，小姐，那些酒我们不卖。为什么不卖？我自己去拿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我那你还愣着干嘛？快去倒杯柠檬水啊！哦，好的。帮我拿酒，再来一瓶。我没喝够。别喝了，你看你喝成这样，我都。再帮我拿一瓶。拿一瓶好不好？
行了，别喝了，回家吧，我们。你要是不把我叫走，那我们出去遛弯。走，我们出去吧，出去。走。哎呀，你看吧，我叫你少喝点儿。好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我不走。小心。我不要回家。阿言在和孙姐姐在一起，我不想回去打扰她。那你说，你想去哪儿？去一个没有人能找得到我的地方。那是哪儿啊？我跟你说，只要不回家，去哪都行。